我这边准备了一副扑克牌，预备，很紧张，然后整理的时候没有带到一整副扑克牌，没有关系，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场子，我把这些扑克牌呢放在门柱。有人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好像很像是魔术方块的贴纸，没有六种颜色，看出来吗？好，可能这样不太像魔术方块，对不对？请看哦，清楚。好。好，所以呢，没有一个魔术方块在提供扑克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坐下来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需要一位观众帮学长，我先确定扑克牌是断的，对不对？断的，对不对？很乱，对不对？好，麻烦你准备帮我选一张牌，然后选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要让我看到了，好吧？看到了也不要跟我讲哦，好吗？好，这边选一张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不要看到。那我需要你在牌的正面呢，帮我签个名，对，签个名，代表这张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张牌，对不对？好，帮我不要。好了，叫我一下。好了吗？好，帮我上来一下。好，你先帮我拿着，没关系。好，麻烦大家记住这一张牌有签过名，全世界只有一张的扑克牌。OK。再把这个牌拿出来。好，那很多人都会觉得魔术师在洗牌的时候，牌都洗得不够乱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才能把牌洗乱呢？你们觉得要怎样打牌才能把牌洗乱？正牌洗乱。好，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正牌洗，好，就把牌分成两等份，然后呢，一正一反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一正一反。接下来在这个情况下把牌呢洗在一起，好，洗在一起会怎么样？乱掉，有正有反，顺序乱了，正反也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看一下牌面。看一下，那边是有正跟反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有正有反，好，这里有正有反。好，再仔细看哦，我都看见手指，这一排瞬间呢，掌声。但是唯一如果有刚才反的过来，如果没有错是你有签过名的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双面攻击面，双面。好，但是呢，我要把一副扑克牌瞬间还原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如果要把扑克牌瞬间还原是很简单，因为扑克牌只有两个面，有正面跟反面，我把它复原是很简单。但是如果要把一根魔术方块复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怎样，它有六个面，我现在是乱的，乱的，对不对？乱的，正。就是六面都是乱的，同颜色。好，但是仔细看，我乱的，乱的。OK， 一二，三，魔术方块，一样一代一轮一轮。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，你有没有看？这正常魔术方块，正常吗？好，但是接下来我要挑战更难、更难的洗牌方式，仔细看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把牌像这样子分成四等份，四等份，一样有正面跟反面，对不对？有正面跟反面 ，OK。那要我在这个情况下洗在一起，洗在一起。好，那洗在一起一样是正反乱了，顺序也是乱了，对不对？洗在一起，看一下，洗在一起。好，两千九百。好，一样，第二组再把它洗在一起，洗在一起，洗在一起 ，OK。那要把这个牌，再把这两份洗完的牌再洗在一起 ，OK。要把它插进去，确定是合在一起，对不对 ？OK。好，
最大，二吗？对，还有什么答案？一吗？对，可能玩说话之类的，其实一最大的。接下来我在这么乱的情况下找到四张黑，你看，我用特别的方式把它找出来了。好，喜欢的，进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张黑。哇哦！但是呢，这个能吗？但是我找到四张黑，其实不是四张黑是最大的，最大的什么呢？是同花顺，对不对？仔细看，爱心，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，黑桃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，方块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，最后的梅花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。哦，然后主牌也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是今天参赛的出猫的。